迎收看安哥生活日志。我是安哥，今天我们要来这个基隆废墟探险。在这边，他们已经废弃40年了，听说有发生很多事故。我们今天就来探险。旁边有一位我的朋友，他不露脸，打声招呼。嗨，大家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不好意思打扰。不好意思，大家好。走，可以往前往前。不好意思打扰。躲这边，躲这边，躲这边，躲这边。不好意思打扰。废弃。不好意思打扰。哎呦，这就是这个。是这个洞吗？对，没错。这边佛尊都好像搬走了。请走了。他们已经请走了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香还在。上一次淘宝那个，还是他们有来宾修复。我不会，对，我有什么香烟？一定是有人来这边探险。有人，有猫，猫，这是猫吗？刚刚有猫。地板超乱的，这边有香烟。不是，这边应该是给你探险的。对啊，你要停在这里。不好意思打扰。再去看一下，看照片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去看，走。啊，去，不够。不好意思打扰，我们没有恶意，我们只是拍片而已，不好意思打扰。为了好玩来参加，对，我们不会破坏。上次那个那群青少年不应该，我们感到抱歉，不好意思。我觉得我们打扰到你们了，有很多恶意，让我知道。还是有人来探险，这边应该都是血的。不对啊，为什么里面有声音？外面是吗？这个草地的声音是外面的。我刚刚听到里面是有。
这边诶有白米，我记得基隆鬼庙之前就对啊，淘宝好像是这几秒好像是厨房。搞不好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当时也有的天气，哎，这怎么行？没有啊，肯定是。我们的灯不亮，那不用开灯啊。没，你还是要开的。那个是我吗？你。那个不是顾问，顾问已经请走了。这边神明已经大部分都请走了，那就是这个诡异的钟。传说呢，这边有两个听山里面探险，他们在晚上的时候还像在玩耍，就敲了一下钟，没想到他们走的时候钟又敲了一声，但是里面都没有人，这就可悬了。
的，还有碎玻璃，只是觉得很毛，而且它这个排的顺序会不会也太……我说了，你看，等一下，是不是那边有一个有人不好？是不是有人来这边做？来这边。还万，它是一个符哎，你有发现吗？你远看，中间摆一个正，然后它是万，都被熏得焦黑。哇，这个烧的也太夸张了吧！猫，好，被它吓到了。